但是说实话没见嘎子玩过德莱文啊，虽然申请通过，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用啊。好、啊、直接强制进野区，这里完了，弗兰多，弗兰多应该先给白给了，弗兰多这都没死，没人闪现跟啊，节约了，这不闪现收个大头吗？400块，亚洛这里再被抓回来，亚洛这里肯定要死了，完了，德莱文拿了一血，德莱文一个一血等于500块啊。好、哦，一勾勾到就要死，没舍得交闪，漂亮闪现躲 Q， 看赵信有没有用，赵信打不到嘎子就赢不了，一定要打嘎子才能赢，嘎子没蓝了，嘎子的蓝呢，一个大洋 Q， 微微这里没闪，捅过来必死无疑啦。怎么感觉有点闷？然而还行，啊，有闪的呀，怎么都不会死。技能还把瑞尔的 Q 给堵了，牙膏，完了，太晚了。但下路德莱文和派克的优势也没了呀。现在赵信必须一直来下，必须一直来下给寒冰当保安。一不来就会死，现在二打二，只要右边开起来，左边就会打不过，一定打不过。现在不能，卡拉维玩得很聪明啊，他不能让下路二打二，要么三打三，要么三打二，绝对不可能让你们二打二的。好，吃你两条蝌蚪，一个箭射过来，射到这边的微微，微微这里有闪，看台漂亮的闪现，微微，但是微微惨了，直卡怎么办呢？这里什么意思呢？知道别人双二路在上，为什么还要来打这个蝌蚪虫呢？李林记什么意思？怎么乱起来了？知道别人人多，还来蝌蚪虫看一眼，把自己看死了。微微自己还把自己闪看没了。好，这波回家，维鲁斯破败了，寒冰棍、排眼刀也出来了，下路爆炸了。三条闪现过来挑 ，Scout 这里没闪现，给上寒冰的一剑 ，Scout 插翅难逃啦。还只能回头反，想反杀没机会呀、啊！这逃肯定是逃不掉了。这么下路这样，我天崩开局都能打回来，只能说入了和 missing 种啊，我也说不出来别的了。下路场抓 Scout 漂亮，这里直接一技能挡 Scout 的飘，好配合打野再次击杀 Scout， 天胡的开局，李林记给自己玩成天崩了。好，也要赖我和。小龙第三条马上刷新，这波是唯一的机会。Missing 怎么在别人脸上跳舞啊 ？Missing， 我的发，还要不逼微微的闪，微微的闪被逼出来，再一剑射出嘎拉的进化。Missing 怎么轻了轻了轻了别人主二圈了 ？Missing 必死无疑了。好 ，Missing 这里没闪现，等死。Missing 先等死，看后续京东打的怎么样。后续好，没有后续了吗？没有后续了。Ruler 还有大的，还有机会打，血量不健康了。右边奎章提没大招，现在能赢李林基这波5打4，能赢只能靠一个人，那就是斯高尔特。看斯高尔特能不能带领李林记闯出一片天啊！现在想赢只能靠你了，斯高尔特。派克想来勾闪现，一勾勾的有点歪。斯高尔特想立功，挖了一个直推，把这边的露娜对过来。露娜没有交闪，露娜觉得你应该不敢直推吧？肯定要闪推，等你闪推我再交闪。这就是智力王啊，斯高尔特，斯高还真靠斯高尔特打回来了，斯卡位置还不错哦。斯卡下路消失，往中靠，这波中路是波机会，感觉要打起来了，打起来感觉要败啊！卡拉维这里先打起来，闪现过来，直接飘飘这边的 missing 可能是白给了 missing， 这里白给之后，斯卡过来掰，把赵信掰过来，感觉大龙要掉了，等我们再收一个人头，怎么办呢？大龙没打野了，怎么感觉要技能了？京东突出起来，突出开了一波，又是 scout 的，好，大龙血量下的不快。下的不是很快啊，这个抬没抬到，这边过来一个 Q 闪找牙膏，弗兰朵也交闪，大龙守住了，微微不能死，好、哦、这样微微不死能接受啊，赶紧撤退，那小龙是丢了，小龙是必丢无疑了，跟着中路线一起往前走，卡拉维感觉要出问题，还好
好吓人啊，卡拉维走路好吓人啊。我说实话，我是他们教练，我脚怎么都抠紧的。好，路点到位了，可以打起来了。紫卡这里没闪，看看紫卡能不能走一个一技能贴贴一贴，微微进来吸吸的还可以。牙膏，牙膏这里顶住了，嘎子这里整人没见到一滴血。哎呦，好飘啊，差点被抬回来了。怎么办呢，大龙？这些大龙知道你打野没了，微微这里是人没了，而且后续只敢 TP， 只敢 TP 绕背，看大龙血量掉的还是不快的，掉的还可以。大龙们大招过来刮，看血量，完了大龙是没了，看打架了，看后续的四打五了，看过来飘飘死了一个 Missing， 但是 Missing 死的很赚啊 ，Missing 这波死的太赚了。要问我为什么？因为他一个人吸收了 Scout 的大招，他个中单型的一换一是一个辅助没闪的。嘎子密码有点难猜，没上去。漂亮，这里可以先打一套卡拉维，卡拉维直接被逼出大招来。牙膏这飞过来，完了，这边是我石膏刀了，抬着了吗？石膏刀还好，秒被按住了，没秒按住了，要被秒杀了。石膏刀，石膏刀还是被秒了，完了，都还没了。但其实石膏刀这波从回放来看的话是可以逃生的呀，审计了呢。如果是闪现漂移的话，应该是可以走。还是有点省。好，直接过来 A 大龙，封路微微这里有闪的，还有超级爆炸果实 W 过来准备踩爆炸果实，加人抢 Q 惨，我伤害比你高，给了波大机会啊，京东在瑞尔有瑞尔的情况下敢这样子拼惩戒，简直就是胡闹。好、哦，有瑞尔就是可以围住，因为一阵不能走，漂亮嘎子，在这边也要来我了，嘎子怎么见到什么情况？怎么样？弗兰多掏钩子吗？两个人掏惨了，弗兰多钩子王，弗兰多，哎呦，这里嘎子被收了，完了，一波啦，弗兰多一个上单一波团砍了6000伤害。我宣布弗兰朵傲视归来。弗兰朵回来了，好，恭喜京东。不过说实话，李林记这波打的真的，这把打的真的有问题的，前面天胡开局啊，哪有，就是从未有过如此没门标的开局打，然后被虐成这样。